清楚的移动式的大台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演示一下怎么样操作这个大台罩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些小的这种小木材，然后呢把它塞入到竹子的内部。那么我们一般会找一些比较容易点燃的，比如像报纸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点竹子。好，很轻易的就被点燃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放一些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木头。前期呢不要放太多，少量的放一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抽屉拆开。燃烧的时候呢，让它稍微留一大概一公分的这个空隙，这样子呢会有助于它的二次风的燃烧。好，当烧到5分钟到10分钟，等那个炉子内部比较热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门关上去了，只要留一条小门就行。这样子呢，它的热量会比较少的跑出来。现在是烧了大概12分钟的这个样子。这个水就开了，而且滚出来了。依旧也没有什么烟。好，现在我们结束铁锅的使用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放上炭网，准备烧烤。我们先把炭网放上去，然后利用这个柴火的火力呢，把炭给烧热。好，现在呢柴们也烧完了，然后炭也都被烧热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烧烤了，把我们的烤网放上去，然后我们把肉放上去就可以开始烧烤了。这里啊，你给我立他们跟你一说就降价了。来吧来吧，有点刺激啊！哎，完了这是刺激那个。